有点亮头，我是秋子；最高照，我是露露；天马行空，我是威尔。好，那今天呢，我们今天的位置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开始不知道我要说什么。然后为什么说位置不一样呢？因为他要开头，然后他就没准备。对，要开头，要开头，我都会有点紧张，那种一马当先的感觉。那好啊，就反正就做先锋嘛，对不对？平常先锋是由老的做嘛，怎么是今天由我最嫩的来做呢？因为我们现场会有年轻的人啊。一家马不在啊。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台主换了，现在是威尔做台主、啊、是吗？是。那威尔，其实我们都知道，像你这个这么有经验丰富的人，什么经验丰富？没有啊，我觉得感觉你在年龄上已经有些历尽沧桑那种感觉啊。然后你不知道、啊、经历上了，年龄上没有了，年龄上年龄我只比今天的嘉宾年长两岁而已啊。哦，真的吗？是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搞不好四十呢，但是保养得很好了，看不出来。不过你这个感觉你就历尽沧桑，然后你这个年龄上也是有些岁月。好吧，你来说你要问什么问题来，直接单刀直入。你做过专辑吗？我一直很好奇这一点，因为你声音这么好听，你指的什么专辑？歌唱团专辑啊，然后贺岁唱片专辑。还用说，当然是出过了，梦中。是吗？啊，是是是。那卖的怎么样了？梦中，梦中简直是白金销量。哦，就是这个贺岁片里的刘德华吗？是啊，不是啊，简直就是这个比张学友卖的还更多。露露，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哎、欸、哎、欸，他说他在梦中啊，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我就出国了。我有我赢你喽、哦，这一方面是是是是，你很厉害，你很厉害，你赢完了，你们都赢完了。我没有出过专辑，那你当初出专辑的时候卖的怎么样？哦，非常好，现在我家还有一箱。他其实是他大概是 print 了大概一箱左右，然后才剩下一箱。对，然后结果因为经济不好卖不出，是不是？然后就直接是送了、啊，因为有时候你送人家也没必要。哦、你其实是印了两箱，对不对？送了一箱，还剩一箱。但那一箱怎么不送呢？现在街坊邻居你可以去送一下。人缘没有很好，然后朋友没有很多，该送了已经送了。哦、你看这是马来西亚制作专辑的有时候会面对的一个窘境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忽略我们今天的嘉宾了，我们自己在聊那么开心。对啊，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一位艺人，然后也是歌手，那他就是 Tia，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a。欠陈浩廷是、哦、这个介绍呢，感觉像就是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都会听到的，歌手都会这样子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这样，那是专业活力，活力十足，就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嘛，就是作为一个歌手，很多时候要面对很多传媒嘛，对不对？嗯、对，你本身习惯面对传媒吗？因为你很年轻哎，看起来。对，刚开始有点不习惯，但是渐渐过后就慢慢就已经很圆滑了，就八面玲珑了，什么问题来都能招架了，是不是？还好，还好、啊。幸好他没有说啊，对啊，对啊，那还就糟糕了。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一档节目他就完了，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你上得了榴莲台，那名字都有给你称呼了，榴莲满身都刺，对不对？对。所以有没有一种惊吓的感觉，会害怕？少许，他本来是没有，他听你这么说以后，他就开始有点怕。怕什么呢？我们那么友善，那么善良，看我们样子就知道，我们其实是吃人不吐骨而已啊。啊，什么连骨都不剩，好不好？就是他连吃人不吐骨、啊，哦、所以没什么嘛。我这种智商可以分不出什么心理问题。这本来就看得出来的。所以你今天就是你自己出了一张专辑对吧？嗯，一个单曲，对，哦，单曲 EP， 单曲 EP， 对，哦，就是单曲真的只有一首歌，还是？对，没错，我们会计划在就是明年的年尾或者是年中会出一个 full version 的一个album， 就是大概十首歌曲还是二首歌曲吧？对，应该是五首至十首之内，对，自己创作吗？都是自己创作。啊、全部是自己词曲都自己创作。maybe 是五首来自己创作，如果是有其他的话，会参一些就是不同的作词人啊，或者是作曲人一起来合作。对，你在这个音乐这条路上走了多久了？打从处娘胎开始，我就已经在做音乐了，是吧？是这样子说吗？对啊，在娘胎里面已经开始了。哦，更早了。对，这个因为在敲他娘的肚子。对啊，对啊，有节奏感，对不对？节奏感。好，对。那说真的是多久了呢？应该是有差不多六七年了吧。
六七年，嗯，六七年，你今年应该是七八岁左右是吧？对，永远七八岁。是是是，所以就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创作了。对，就是那时候是开始创作，然后就是从训练班出来了过后，然后就一直去开始比赛啊，哦、然后去参加一些不同类型的，好像拍摄啊，然后就慢慢接触，然后就走到今天这样。什么训练班？以前是在海螺的音乐森林训练。哦，音乐森林，多少年前啊？那个，那个时候是几年？四五年前了吧。四年前应该是2012左右吧。啊，对对对，是那个非常歌手是吧？啊，对，非常歌手。哦，那边那个节目招。他是一个训练班，可是他们只是办过两届这样子。哦，为什么呢？因为歌手训练出来都很非常。不是因为这样很坏哦，爆料了又、因为结果他们发现这东西是不太赚钱，所以结果他就做了一个就是 diploma course， 就是我念的那个。这样我明白了，是因为歌手培训出来过后都是找的比较高格调，对吧？就高格调，高格调就变成了大家不太会去 appreciate， 就是欣赏他们的创作还是怎么样？也不算啦，就是他要的是，因为他们这种是只是晚上去上课的。他的训练班不是 full time 的，就是 part time， 就是他们付了一个钱，可能就两三千块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三个月的课程。他是一个在那三个月的课程，就是好像要你就是一个速成班啊，就是要在三个月之内要你去学习，就是除了 basic 之外，你已经是要到达那个就是他们所要的那个 level 了。说真的有效吗？这样子的速成班会有帮助吗？刚开始会有点没有就是帮助，因为还不懂怎样去吸收怎样去啊。然后渐渐过后，因为过了三个月后，因为他们有第二轮的那个 training， 然后就 是啊，那个时候才正式的觉得才开始有那个吸收经验的那个感觉。因为第一轮的时候因为太多人了嘛，因为好像说一堂班一个 class 就是20多个人，或者是老师在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理你啊，去点评你这样子啊，就是告诉他想要教你们的是什么，就这样子而已。你进入学院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底子了？还是少许。你自己本身有玩乐器？之前是，现在不玩了，现在都是由乐手在玩了，我负责唱歌就行了，对不对？现在也是有了，但是就是学不同的乐器了，对。你的这个主攻乐器是什么？之前是吉他，打鼓。吉他的打鼓，能一边打吉他一边打鼓吗？不行，不行，这是表演特技了。对，是可以的，因为你鼓哦，它有那个可以踏脚的。对啊，你有 base 嘛，你要有 base 嘛，就可以用了。那你一个你手在弹吉他，你脚在踏就好了。但是你只有 base， 你没有 tom， 你没有 snare， 那些也没有用啊。你可以靠吉他啊。也对，我确实看过有人用吉他来当鼓来打，但他吉他当鼓的时候，他当的那个就是 bass drum 嘛，所以你基本上你连踏脚那个也不需要。如果你真的玩吉他这么子玩的话。对吧？可是啊，他们好像是可以敲那个吉他的。对对，所以它效果听起来就好像是 bass drum 的那个，纯粹是节奏效果，就那方面而已。对，好像我也是懂了一点点哈。你在梦中不要老点我，你在梦中出过专辑，不要老点我。大师在此啊，没有，大师在外面，大师没有来。是，所以你出了这个专辑，你其实这是你第一个专辑嘛，对吗？对。你其实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的？为什么想要出专辑呢？而且在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歌手，或者是我这样子说吧，应该说音乐人，他们都不见得有这个机会出专辑，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他们是也不太敢投资在专辑，因为就像刚刚露露说的嘛，他出了这个两箱的专辑，送了一箱，家里还剩下一箱，所以知道世道有多么的糟糕，好可怜。对，然后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要做这种尝试，而且还是 EP？ 因为其实这一次创作这个单曲是。我本身因为之前是有在泰国发展过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在那边就是唱泰国歌曲嘛，然后就是
家人还有就是一些朋友们就说，诶，为什么你就是懂音乐啊、就是懂华语，为什么你不去唱华语歌曲啊，不回来就是啊、就是马来西亚还是别的地方去比赛唱华语歌曲，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信念，就觉得诶，其实应该是要回来唱华语歌曲，对，然后我就回来就是尝试，然后也是机缘巧合之下，然后也是有身边的那些朋友们啊贵人们帮助，然后才导致今天这个我的创作这个 EP 才可以就是推出来，就希望圆一个梦想，就是让大家哎觉得哎也是可以唱华语歌曲这样子，给大家知道哎原来就是 TR 也是有唱华语歌曲啊粤语歌曲这样子。你用的艺名就直接是用 TR 吗？还是有用中文名？有TR 劝陈浩廷，但是比较多人是知道是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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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没错。为什么会是 TR 呢这个名字？哦，因为其实T 字头呢是因为我是混血儿、啊、因为泰国嘛 Thailand 嘛、啊、然后就是 T 是第一个那个 T 啊，然后 R 是之前一个就是教我的那个唱歌老师，因为他是之前帮我起一个名字，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习惯就是讲华语，没人跟我讲英文，然后就讲诶我不如安你一个英文名字，然后他又想不起，然后讲诶你是混血儿又是这样子啊，他就想说希望你以后可以就是除了在这里学唱歌之外，希望你可以去到别的地方比赛啊，然后你就是学唱歌也好，去经历都好，去撞不同的回合，所以那英文是 Runo， 然后就 TR 就是 R 就是第一个字，然后加 T 就是 TR， R 是 Runo 啊 Runo 就是回合哦、oh, ，round，OK，OK，TR，OK，、okay, okay, okay, 是明白这样子一个意思。好，那其实你说你是泰国混血，你在泰国长大吗？还是马来西亚长大？一般一般都是在马来西亚过后，然后就回去泰国，就是两边走。你是马来西亚人吗？对，我是马来西亚人。你是马来西亚，所以你是马来西亚国籍的嘛？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你回泰国，意思是你家在泰国？家乡在泰国，家乡在泰国。你是妈妈是泰国、是吗？妈妈是泰国人、所以你会说泰语啊？会，是很流利的泰语那一种吧？不错，这应该不是不错，能够在泰国能够唱歌，然后就可以跟我沟通，可以混这么久，对，绝对是流利的泰语。他太谦虚了，是这样，哪里像我们这样高调，对不对？哎，你不是说你是低调的吗？我现在走的是高调的，低调我已经不要唱了，低调太低了。唱不同的 key 就到八度了啊，是是高的低了 D sharp OK、然后是哎收回我忘了问什么，对，那个在泰国那一边，对，所以为什么会想到在泰国发展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那时候是刚刚读这中学的时候，然后妈妈就是经常有回去就是家乡，然后就是因为妈妈在那里也是之前有去唱过歌啊，然后啊、跟爸爸也是，然后就是机缘巧合他们遇到一个就是电影的那个算是导演制作人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就是他带我回去的时候，然后就叫我诶你就去一个台那边去 performance， 然后我就觉得诶那么奇怪的，这么在泰国我又不懂唱什么歌，然后我就唱华语歌曲在那里，然后那个导演就觉得诶不错哦，这个混血，诶他唱华语很好听，诶不知道他唱泰文歌会怎样，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训练我啊，训练我就觉得诶给你一个机会，希望你就可以去尝试去唱泰文歌曲，然后用你的那个发声去唱看华语，用华语的音调来唱泰文歌曲是怎样，对，然后我就念下唱下就觉得诶还 OK 的，然后就慢慢的开始这个音乐之路了。我突然很有兴趣。对，我刚好想说，我也很有兴趣，你可以现场来对，怎么用华语的腔调来唱泰语歌？你是两个，一就是用没有华语腔调的，就是正式泰语歌，同样的歌哦，你唱一小段。然后用华语腔调方式来唱泰语歌，我想听一下什么区别。真的真的。是啊，因为我没有想象到可以这样子。OK， 就好，等一下，我想想看唱什么歌曲。就一首简单的，你比较熟悉的泰语歌。OK， 好，就OK， 先唱一个泰文版的。泰文版的，没有华语腔调的。没有华语腔调。Okay, 听一下什么区别？OK， 就是OK， 泰文的那个版本就是。야래야보기참못래보참미커루래미루와저런가
이가차끝나오클럿겨우가콘시에차이메야들린크라이약게차어와이탄성콘这个就是啊太好好听哦我觉得失礼我觉得我去了泰国怎么现在真的是很真的很泰语耶对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出生的位置就是呀乐呀宝一唱乐乐他们是好像一个个字好像那个音调好像就是说每个人是重拍啊重拍了就是福建歌跟就好像说福建歌跟粤语歌、啊、那个 different 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区别同一首歌华语腔调来唱，我等一下，你可能不要距离太近，因为是我们声音啊，可以这样子来试一下。OK。呀啦呀，宝贝唱乐乐，宝唱没可露乐，没如我这人开。卡车跟牛卡跳个空下菜没压着轮开压夹着昂歪真爽空也很好听耶那我要问两位你们喜欢华语腔调版本还是泰语就是正式泰式版我比较喜欢中文的中文版啊、因为好像就中文好像就是说它有那种就是那个起伏旋律、而且也比较柔是吗啊比较柔真的吗中文的这种唱法一般会比较柔、会比较有点带柔然后有一点比较好像圆滑一点、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可能是因为它词的关系我听起来我觉得正式泰文版比较有感觉、因为泰文版是那种好像一直都是、对因为我去泰国我听的就是这种感觉的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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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你说的泰国歌感觉是这样子但是那个中文版的有新鲜感啦、对比较柔是这样对比较柔、所以你在泰国你做表演唱歌的时候一般他们要求你用这种中文式的唱腔吗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还不懂就是他们泰国的那个发音啊那些东西、都是用于我自己本身的就是好像唱华语歌曲这样的腔调去唱、然后过后了就是半年过后他们就觉得你的声音好像有点改变了就听到其实你也可以就是用回我们就是泰国本身的那种腔调来唱然后就叫我你试看练习一个月专听就是不要听华语歌曲就是听多一点泰文歌曲学他们那里的腔调啊唱法然后我就学觉得原来自己也是可以就是好像转换他们这样的方式去唱有学习多一样的那个唱法了 OK 所以你一般在泰国的表演是属于哪一种是在 pop 里面表演吗还是那种就是一般跑歌台那一类型算是就是有就是当演唱会的嘉宾啊然后就是一些好像 launch 啊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 launch 啊然后就是 unplug 啊是那时候在唱、然后过后就是被导演就是安排了过后我们就每天去跑好像那些有 event 有活动好像是婚礼啊是还是说一些他们就是连续剧啊还是有什么的开场嘉宾啊就让我开始去慢慢去唱这样子其实我这样听起来应该泰国都发展得很不错嘛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其实走了一段日子过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那里发展其实他们要求是你本身虽然我是混血儿但是我必须要唱泰文歌曲就不允许唱华语歌曲不允许是谁不允许就是他们泰国那里的那个就是公司你们的公司对对对 okay,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好像没有市场加上就是好像很有一点算是叛国的这样的感觉因为就是因为你是在泰国唱歌你就必须一定要唱泰文歌曲如果你是要唱华语歌曲的话可以你 maybe 是一首来 cover 或者是一首两首就可以不可以就是说每天唱华语歌曲还是每天就是唱你自己的创作因为他们觉得泰国就是要听泰国歌曲他们有这样的概念泰国人没有听其他语言的歌曲吗他们没有听韩国歌曲吗有啊是啊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个叫种族歧视对这是语言歧视他们觉得韩文就可以但是中文就不可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对然后现在刚刚到了今天才他们慢慢才开通因为好像打个例子就是之前的那个你们都懂吗中国娃娃这个组合是知道对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泰国是非常红的一个组合然后就是红到就是一个
地步的时候，他们就去到台湾发展。是，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公司觉得，为什么我家的艺人就是要唱华语歌曲？因为当初只是说让他去那边表演，就是你们可以唱一两首华语歌曲。哎，当时觉得这样子你跳了过去过后，但是你们会不会就是不会再回来唱歌？然后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你们是泰国人的身份要去别人的国家唱别人的语言，他们就不喜欢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公司的那 concept 就是觉得你是我家的艺人，就必须要在我家公司唱回我家的那个语言啊，不允许你在别的公司。所以渐渐他们就在台湾发展了过后回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也有一点不接受，然后那边的那个歌迷也是开始觉得，哎，就是我以前心目中的中国娃娃是唱泰国歌曲的，为什么现在会去唱华语歌曲了？然后就渐渐的就是远离了他们，然后他们就是回去泰国再待了一阵子，再唱回那个泰国歌曲过后啊，他们的粉丝就开始慢慢在接受他啊。对，那其实他们其实还有没有在发展呢？有这个好奇哦，还有啊，有我就以为他们已经没有发展了。但是我想问，如果是这样子，就意思是不是说，其实在泰国的唱片行或者是泰国的整个这个文化发展吧，艺术文化发展都会特别强调必须很本土化，不可以有外来的这个数字的这个加入呢？以前的时候会比较注重这样子，就是不可以有外来的那个元素加入。他们就觉得就是好像他们那边也是有分说流行歌曲型民歌，他们就觉得说把你分派好了，你们就走民歌路线的就走民歌路线，不可以有外来的就是元素说民歌啊，民歌你是唱民歌就唱别的语言的歌曲，他们就不允许。然后现在慢慢开通是因为网络开始发达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开始有很多就是艺人他们都会去 cover 不同的歌曲，英文啊韩文啊华语啊，他们就觉得哎，就是现在都是需要靠网络的，所以他们就开始那个 concept 转变了，就觉得说我们家的艺人就是可以让你们去别的国家发展去唱他们的歌曲也可以，但是也是必须要跟人家强调说你是泰国的歌手，你是唱泰文歌曲的，必定是要就是一两首歌曲你都是要组为是泰国歌曲啊，这样子。即使出到外国发展，也会有这种要求。对，也是会有这样的要求。会不会是一种限制？对你来说，你们觉得对艺人来说是一种限制吗？还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这样子来看，会不会艺人觉得说是很觉得是很光荣的，因为是代表国家，然后我唱的是我国家的这个语言的歌曲，然后我同时可以推广我的国家的文化给别人，还是觉得它是一种限制？其实也可以这样子说了，就是它会是一种，就是好像你说的，就是去到别的国家，就是推广，就是我国的，就是文化给人家知道。但是对歌手艺人本身来说呢，其实是一种限制，因为有一些艺人他们想说唱别的国家的那个语言的歌曲，但是就是好像工资会来比较少啊，公司会 block 啊，会 block 你，然后就是讲说，哎，你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是我们公司的那个泰国的艺人，你必须要先唱泰国歌曲，你可以唱别的歌曲，你就是来 cover 一两首，就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然后就是。你想要去别的国家唱别的语言都可以，不过你要是经过公司的同意啊，但是都是以我们国家的那个歌曲为主先，副才是他们的语言啊，这样子。其实有很多唱片公司是国际的唱片行，对吧？就有好几家。泰国有没有这几家唱片行？国际的唱片行有，应该有吧。有。然后这些唱片行听的就是当地泰国的唱片行指示呢，还是中央唱片行的一些指示？比如说像可能有些是外国的嘛，就不提名字啊，我知道好几家你们都知道。对。所以是听谁的？他们大多数是如果是好像说来比方说泰国 A 公司他们就是来在海外会有就是跟一些国际的公司就是好像合聘啊还是有合作的话，他们就会来开会讨论，但是最终的决定都是归回他们，就是那里还是要听回泰国的。对，所以到最后决策权话语权还是在泰国的公司那边。对，但是现在慢慢开始他们应该也是开通了吧，因为我觉得因为开始有很多就是泰国的评委都会去不同的那个国家去做评审啊，然后邀请到他们去看表演，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诶，其实别的歌曲的 language 也是很好听的，为什么就是
自己本身国家的艺人不可以唱了，然后才开始改变他们的那个那种比较古板的想法。其实是一个政策吗？就是泰国政府是不是有规定说，在于文化资产这一方面，艺术文化资产这一方面，必须，不能够有太多外来的这个元素侵入，这个是外国政府的一个政策规定吗？那么多年的政策规定，还是说是泰国人自己本身的一种意愿？嗯，有这种规定吗？应该是没有这种法律规定吧，没有这种法律规定，所以是泰国人自己本身的爱国精神。对对对，爱国精神。对，因为我看得出就是在那边发展过一阵子，我就觉得他们那里是就是不像就是我国就是本土的音乐，因为外国他们会非常的支持他们自己本身的歌手，好像他们的歌手来出一个 album 或者是出一个单曲都好，他们会全国的人全泰国的那个粉丝啊，在哪里都好，会疯狂的爱上他，就是好像说他出新歌了，我们就会去追，会去看，所以他那里的连续剧啊，跟那里的就是电影歌曲都非常，就是他们那个范围的国家的人。就是外面的还没有支持，国家本身的人先支持先。就这样子。这个很难得，因为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是很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这一回事。对，你泰国出的话 ，OK， 你看这已经说明了一个现象哦。在泰国内部，他们本身不见得需要靠国外的粉丝。当然，泰国本身的粉丝已经足以支撑起他们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艺术或者歌唱的这个市场了，音乐市场，对不对？对，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 bargaining power， 就说我不需要你们去唱别的歌，你单单在泰国内部，你都可以有足够的这个市场来支撑你了，为什么要唱别的歌？对，所以他们是可能对这一点觉得自豪。但是我们反观回马来西亚，好，说回你现在你这样子的状况，你回到马来西亚这边来唱，那你面对的这个情况，这种我相信跟泰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其中一个就是在市场这一块。你自己本身怎么看这一块？你觉得如果你在泰国发展，搞不好你可能在泰国就红了起来了。但是在马来西亚，搞不好竞争，首先第一竞争大，第二它的市场真的不是你想象中像泰国这样。也许第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支持本地创作，就马来西亚人，对吧？对，马来西亚本地创作或者马来西亚歌手基本上也没有太支持。对，说句实话，真的。所以马来西亚歌手都拼了老命都跑往外面跑，台湾啊，中国啊，哪些地方，就去，总之去，你去那边游了一圈回来，就好像有点不一样了，那种感觉，对吧？所以为什么你还选择回来马来西亚？因为其实我回来马来西亚是的原因，因为就是刚开始就没有想过说去台湾呢，还是中国？因为我想到说，先把那个创作，就是好像试水温，就是看这里马来西亚的市场会怎样。但是虽然都很多人都不支持，也是不鼓励，因为他觉得其实说真的，马来西亚的乐团比较欠缺，就是支持啦，支持本地歌手跟本地。我们没这种环境。对，没有这种环境，所以就变成说很多艺人跟歌手都往海外去就发展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回来先意思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半个马来西亚人嘛，我就想说希望我的作品可以也是在马来西亚让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是让喜欢听我的歌的人都知道，其实T.R. Chen除了是在泰国之外，就在马来西亚他也是有发歌，然后成绩好不好是其次，就是希望说就是让马来西亚的就是一些朋友们知道，然后我们才渐渐一步步的去往海外，像台湾啊，中国啊，这样子去发展。有没有想过唱马来歌呢？有尝试过，有尝试过。你应该是蛮有语言天赋的吧？我觉得，因为你中文也说得不错，然后你可以说泰文，那我相信你要掌握马来文或英文应该也不太难。所以是你尝试过的意思是出过这个专辑吗？还是说表演的时候唱过马来歌？表演的时候唱过马来歌。对，马来西亚它最大的市场应该是马来市场。对，而且马来市场它会相对比中文市场来的更中心一点，我这么说，对吧？所以你看马来歌手呢，一般上他也不需要去到国外，在马来西亚内需市场还是能够足以支撑。对对对啊，当然还有一块就是如果去到印尼的话，可能也是可以卖到印尼去的。对对，只是印尼的这个他们的音乐市场呢，入侵马来西亚多过马来西亚去到印尼。对对对，是，但同样也可以发展啊。所以
未来这一块，你是更期望会在中文市场、中文音乐，还是我跟你现在有三个、四个选择吧？我看你多比别人多了一样，你有中文市场，有英文市场，有马来文市场，有泰文市场。你自己本身更希望在哪一块市场发展？你的意愿呢、啊？我的意愿呢？我希望是在中文市场发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中文歌曲其实都一直以来都很就是很多人去听中文歌曲，因为他的那个字眼呢、啊，因为他们写词，其实我蛮佩服就是写中文词的人，因为就是那个他们的文字啊，因为有好像中国风啊，就是好像一些比较优美的优美的，对，我就觉得啊，就是唱起来会特别不一样，好像说马来歌曲就是马来文就是马来文，马来文有些很优美的、啊、哦，是啊，他的词也是有，然后对，可能你接触也对对对对，没有很多，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就是好像中国的那个范围会好像是比较大一点，那个中文词里面、哦、啊，所以就是走这个中文的路线，泰文呢？泰文呐、啊，因为我看不懂，所以我不懂怎么形容它优美不优美。哦，泰文其实就是有分，好像说，也是有好像分我们的，好像我们这里有潮州话、客家话、福建话，就是有泰语方言啊，有泰语的方言，对，好像说就是家乡话，就是好像我们普通的城市的话，我们会是讲说打个比方，就是我爱你，我爱你的就是曼谷，我们就讲说陈拉特，陈拉特是属于是属于官方的国语嘛，国语对， okay, 没错。然后好像说他们的就是方言来讲说呢，就是我妈妈那边的方言，我爱你的意思是 I hug non， 对。啊，他好远哦。对对对，就好像说好像一个客家话跟一个广东话不一样的那个讲法。对，但是同一个词，那两个不同的讲法，这样子。